龙哥把这只羊送给你。把这只羊送给我呀？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以前帮助了我这么多忙。哎、先把它放下，先把它放下。我把我这最好看的羊送给你，大鹏哥。哎呀，这小姑娘也是最漂亮、最可爱的啊！谢谢了，谢谢了，先放下啊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乖乖，一块跑。等会儿你拿回去哈。啊，好好。哎，阿牛，嗯，你眼睛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呀。怎么肿了呀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阿牛昨天被一个人欺负了。被谁欺负了呀？阿牛？没事的，已经都过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去收山货的时候，莫名其妙就说他的椅子是我们打的。还有这种人啊？都已经说好了。不过已经没事了，阿牛已经该赔钱了。还赔钱给他了呀？对呀，赔了40多块钱，又没多少钱，没事的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把羊关了，咱们回去了吧啊。走吧。嗯。走，大鹏哥，快走吧，快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人就是欺负阿牛的那个人。快走吧，快走，快走。他吗？快走，快走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快走，我们惹不起他，快走吧。哎，兄弟。咋子？我问一下昨天怎么回事。你要咋子啊？你要咋子？昨天已经说好了，这个我们惹不起。你干啥出来呀？他说啥呢？他说以后不要经过这个村了，经过这个村，他要打断我们的。什么事的？等一下，不要说了，他说这个说了，他说了算。对，我给他们领导打个电话。走，走，不要惹事，快走。什么人啊？真的是。快走，快走。等一下，你们先过去站着啊。快走吧。哎，张村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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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啊，是这样的，刚刚你们村这儿有一个小伙子叫，跟我们说以后不准从这个村经过，然后你看你过去处理一下，还是我上报公安机关呢？好的，好的，我。我就吃药啊啊，麻烦啊啊，没有啊，张村长，麻烦啊。村长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刘文杰，刘文杰，你跟阿姨就，然后什么？这是个苦事情嘛，阿姨。啊，我你是个苦事情嘛，阿姨。你去阿姨就对呀。对对。你去阿姨就对呀。你怎么了？嗯，说好了吗，村长？说好了，我和他们讲好了。啊，兄弟，以后情绪还是别那么激动啊！你像一个就他哥，你是问什么？一个辛苦事，还有欺负事的，好吗？对对对，你就知道我这个字。对对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没事的，大哥，快走吧。谢谢村长啊，谢谢。啊、村长，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。好走走走走，走吧。走吧。今天辛苦了，那你慢点哦，路上注意安全。表姐走了吗？嗯，对。慢点啊，表姐。今天冲在我家的蜜蜂。看你家蜜蜂吗？对，我家的蜜蜂。哎呀。哇塞，晚上进去。这是在开晚会吗？这么多凑着。早上都是飞进去休息啊。好热闹。阿牛。嗯。你以后在外面要是遇到了什么不讲理的人，或者欺负你的人，一定要跟大鹏哥哥说好吗？给我打电话。记得没？谢谢你啊。阿牛，大鹏哥，干嘛呢？这是，我今天要去挖了土豆回来呢。我的天哪，怎么背这么多呀？小心点。这个又不多的。小心点。这个又不重。哎，你要看成什么样？来，我帮你背背。不用不用，这个不重的，你跟上我就行了。快到家了。哎呀，小家伙也背了。哎，表姐。哎，大鹏好。辛苦了啊。不辛苦不辛苦。哎，背这么多你们。对了，我们之前都背了好多趟了。背了多远了？半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的路程。哎呀，快走吧，辛苦了啊！大伯，我给你去。好。先背这么多了。对，今天早上我妈。小心点啊！喝。哎呀。哎，辛苦了啊你。辛苦。哇，快去洗个脸。好。洗个脸是吧啊？好，行，那可是快点去看脸洗吧，快洗吧脸啊！辛苦了，今天你一个小家伙，不辛苦。嗯，凉快。阿牛也洗一个，快点。热死
哎呀，好了，我就不洗了啊，我没背。哎，你们种了这么多土豆啊，阿牛。对，我种了很多土豆。哎，好吧，快休息一下啊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去那边休息吧。走。来，小家伙，今天辛苦了啊！不辛苦。大鹏叔叔请你吃糖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鹏叔叔。大鹏哥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糖呀？哎呀，本来是给你准备的，结果人家小家伙今天也辛苦了，对吧？今天要不是军府跟阿果的话，阿牛都没有挖这么多土豆呢，都亏了他们两个。你们家怎么这么多土豆呀，阿牛？三分之一土豆都还没有那个呢。就那么多呀？对呀。你吃得完吗？要给我们父老乡亲跟邻居们分享呀。啊，他们家没种吗？他们家只有老人跟小孩，大人都出去打工了，所以就没种多少。这样啊？对，咱们阿牛可真好呀，还懂得跟父老乡亲分享收获的果实。今年子新鲜的土豆嘛，肯定要跟大家分享呀。我们这个民族是很热情的。真好，拿点这个土豆给他们分享吧，很酸点。现在就拿去吗？对，现在就拿去。好好，走吧，咱们一起出发吧。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，擦拭我的脑袋，没有机会返回去。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，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怎记得我？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？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，后面有个山坡，山坡上的枣树，每当秋天到来，我们把枣装满口袋。我记得除了朋友我还做过你的束缚，你总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只是为了那一个冬天。妈妈，快醒醒，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，后来战争爆发，一场战争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直到受不了的热情。走吧走吧，我们总这样重复分离，却要重新开始，相互送给对方，说着来世再见，再次失意着相聚。走吧，我们走。我最亲爱的人，我最好的伙伴，
哎呀，都送完了吗？阿牛。对呀、啊。一个都不留啊！咱们阿牛可是，真是太有爱心了。自己辛辛苦苦播种的果实都要跟父老乡亲们分享。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，有什么好东西，大家都是相互拿来分享的。那我们走吧。阿牛，大红哥哥，你干啥？你吃饭吃啊？啊？你吃饭吃啊？他是我表弟，这谁？这是我舅妈家的儿子。啊，表弟啊？对。咋这么可爱呢？我的天哪，他干嘛呢？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，大红哥？啊，我的天哪！我问了你奶奶，下着雨你还来背玉米，真的是。今天来帮我舅妈家搬玉米呢。啊、背这么多呀，阿牛？这又不多。哎，表弟，我帮你背，我帮你背。没事。啊？没事。没事啊。我们先回去。哇，这么大的雨，快走吧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！到了。哎呀，小表弟辛苦了。不是，快点。真厉害啊！洗个脸，快点。哎呦，你看咱俩啥样子？真厉害啊，小表弟。哎呀，我看一下呢，来，我看。哎呦我的妈！洗干净了吗？我看一下。帅了，你看一下。洗干净了。哎呀，表弟真帅啊！你们今天掰这么多玉米了，阿牛？对啊，一大早上去搬了，今天还没下雨呢，刚刚就下雨了。突然就下雨了是吗？对啊，天气早上还天气不错，中午就下雨了。以后还是注意点啊。啊，行，这是我朋友大鹏哥哥，你以后叫他大鹏哥哥就行了。大鹏哥哥。哎，小表弟真厉害啊！要听话啊！好，好，好。这是你们家吗，小表弟？对。真厉害啊，表弟，这是你弟弟吗？对。哎呀，长得真像啊！来，大鹏哥哥，请你吃糖啊！谢谢，谢谢妈。哎呀，这小孩真乖。太老了。哎呀，坐着休息一下嘛啊！赢了，好的好的。快吃啊，表弟。嗯，好的。好吃吗，表弟？好吃。哎呀，表弟还知道跟小朋友们分享，真乖呀啊！上个厕所啊，吓我一跳，我的天哪。哎，这是干嘛呢，阿牛？我舅妈说杀鸡给你吃。杀只鸡给我吃呀？表弟是真的吗？是的。哎呀，算了呗。哎呀，表弟来吗？表弟来杀吗？我来。嘿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又要跟表弟在一起是吧？谢谢你啊，表弟。不用谢。小心点啊，阿牛。好。哇，要吃鸡肉了，苦鸡肉啊！阿牛在干嘛呢？我在削土豆的皮。小心点啊，别划到手了。哇，阿牛，吃得好饱呀！饱了就好。谢谢啊，今天。确定吃饱了吗你？吃饱了。洗碗了，阿牛。洗碗就回去了啊。都回去了呗。对，回去给奶奶做饭了，要不然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吃不消。好大的鱼呀、啊，阿牛。下暴雨了。